我三天追求你，追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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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追追追追求，追求，我三天追求你。快来娱乐小资料分享影片喽！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喽！除非你有男朋友啊，无我袂放弃。OK。飞针剂，刀枪。刀枪。哦，你竟然给我错这个。刀枪。呀。宽了好冇，拜托啦。哦，哎呦，大仙，我真正无这个心情，你莫甲我勉强啦。啊，你拜托我接受你，啊无，希望我拜托你啦，拜托你莫拒绝我，拜托拜托。除非你有男朋友。我还袂放弃。哎，你 ，Congratulations！ 啊，怎么？这幅更大，怎么？对。出去之后你就难吗？第一次。我学那么电呢，你两个你。嗯，而且还是讲客语跟台语，两种都不会。所以你本身不是客语人，也不是，就是有有一点。爸妈小时候没有在家跟我讲客语，对啊，都怪给爸妈就对了，自己没有在学。但你刚刚听起来声音还蛮顺的，小心啊，小心。还是因为你们听不懂？哎，别发现。你们懂客语吗？对啊，就是努力学习啊，就从昨天开始，因为昨天脚本才出来，所以昨天就听一直听老师的录音档，一直自己不断那个重复学习这样。那希望最后拍出来，长辈会听得懂。这首台语我忘记了。追求，追求，我真正对老小姐一见钟情。我真正对老小姐。我刚说什么？我真正对，我真正对，我真正对老小姐一见钟情。老小姐。刚刚 Google 也讲老小姐。我真正对老小姐一见钟情。我真正对老小姐，老小姐一见钟情。我是真心咩？我三天追求你，追求你，追求，追求，对对。你不觉得他那个音就是怪怪的吗？对啊，可能差一个调啊。求，追求，追求你，追求你，追求，对对对嘛，对对对对。追求，追求，追求，追求你，我三天追求你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拄只吼，用要去互惊死啦！啊，我看吼，我较等下哦，爱紧来受惊，啊，若无困到半暝啊，可能惊到困袂去。爱上追求，我，哎呦，你敢看？现在都是好的。我最开始，啊，就是有人吼，唔早头盯小我，佳佳，电话甲行起，准备好录影，录好的时阵，我要传予恁老爸，就是老金花，要予伊着急一下。哼，马上办理了。哦，咩唔错啦！啊，我，爱上丢球哩。嗯嗯，啊，平行一点哦。来，好的。好，顺，顺。爱上，爱上丢球哩。妈。好，好，因为你最老年。四、三，我掉几只。马上把你弄。哦吼，咩唔错啦。啊，哎，爱上丢球。来看，四、三、掉几只？哈，马上把你弄。哦吼，咩唔错啦。
爱上丢熊，追求，追求，爱上丢熊，来，姐，好难哦，追求，追求，追求，这样会不会脖子会比较？三，二，我睡完了。哦，没有错啦。再来，快快快去。读一句，好，嗯，那个一秒，对，是，心里默数三秒，再转再转，因为我前面还有一颗，他还要跳，肢体的反应，好好好 ，OK OK， 六五四三，对，给姐，好，马上把你了，哦好，没唔错的啦，爱上追求，除非你有男朋友。我是无遐放弃的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我是真心，和我三工追求你。我是真心的，和我三工追求你，和我三工追求你。追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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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追求，追追追追。追求，追求，和我三工追求你，追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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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，你，对，追求你，和我三工追求你，追求你，对对对对啊对。哦，来，变快点，和我三工追求你，和我三工追求你。吃宽了好吗？拜托啦！拜托你卖球，追求我，换我。还教人家教那么久？对啊，你先卖着急，家己转。啊，你即马也无对象，啊，加交一个朋友，那也要紧呐，对不？啊，而且，嘿，大千哦，你甲看，伊哦。啊，黄瓜，对不起，追求，对不起，他的追求，追求，对不起哦。哎、欸，人这送入门的呢，啊，你唔知影头顶少，人这是元老，特别送我你的缘分呢，吼、嗯。好啦，好啦，我卖。除非你有男朋友。定下，定下，定下。喂喂喂，你还很有名啊？唔系嘛啥？奶黑，奶黑加加个眼皮，男朋友都是。对呀、啊。什么呀、啊？啊，你两个，你。Congratulations， 等下、哦。第一次拍八点档的感觉，我觉得剧组真的就是人都非常好。嗯，我第一次遇到演员 NG 三次之后，没有人爆炸剧组，我觉得他人真的很好哎。而且我们大家都鼓励他。对，芬姐刚才都鼓励我说一定要加油，因为我也是这样来的，真的，就很谢谢大家的照顾啦。所以刚有冷汗直流吗？有啊，我刚在旁边哭啊，因为刚刚有个大魔王的，然后湿完泪之后才进来开始演戏。对，没有、啊，就刚刚准备台词就很紧张，因为八点档台词就是前一天晚上才会拿到，然后刚好就是自己不会平常不会讲的那个客语跟台语，然后就要早上就要一直听那个客语老师的那个练习档音档，然后一直自己重复练习。早上没有客语老师带，我刚下午客语老师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讲了一遍我早上讲的台词，他直接昏倒，他就说完蛋了，你不要说这是我教的。我生气，但是我希望电视机前面的观众都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，可以看字幕啦。不过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哎，他今天讲以后，我问他，我就说你本来就会讲客语，他说他不会。我好惊讶啊！我说你不会，他说对啊，但我觉得你的发音很，就听起来有一种客语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他不是客家人，我一直以为我不是客家人啦，就是我爸妈很少跟我讲啊，你是客家人，你他是客家人，对，因为他有那个腔调，很有些腔调很标准。对对对对，在瘦子面前唱 rap 比较紧张，还是演八点档比较紧张？哦天哪！
演八点档，你那瘦子前面唱饶舌丢脸的话，就他跟他经纪人看到而已嘛。那你在那边一个 NG， 整个十几个人都在等你。不是十几个人，这边是几百万。对不起，全世界，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你。真的很可怕。那如果还有续集，会愿意再？天哪！如果你们愿意再找我的话，我真的是觉得很惊讶，我应该会来。对不起哦，续集就不是追佳佳，是追佳佳的妈妈。佳佳的妈妈超想要追佳，很棒吗？可以，拥抱一下素芬姐。我可以照抱一下妈妈，可以吗？对，这是我爸妈。母亲节快乐！我得去跟我爸谈球情况哎。这你咋破哎？你怎么躲哎？这我今麦开始露面，谢谢。谢谢。